不要。我这个胖了好多。我最爱军师英雄，我最爱军师英雄。我最爱军师英雄。唱首歌吧，唱首歌吧。在我心中。杰哥开辟了一个新的歌唱领域。介绍一下你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，我很开心来到真心英雄这个节目，我会一直努力的，加油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清晰不仅是变声，而且话变多了。话比刚才多了，性别都变了。江苏卫视《真心英雄》上演超级玛丽闯关战，比体力，拼脑力，谁能最快掌握搬家技能呢？哪一队能够获得更多线索，最先找到本期的真心英雄呢？本周五晚22点，江苏卫视《真心英雄》真心启航。